王子一定还在兴冲冲地为公主买路吧？这下让他快救救可怜的公主。别急别急，王子已经知道公主被绑架的消息了，现在就看王子能不能顺利地找到公主了。好的。在这个时候，让还是在打猎欣赏闪耀的鹿，原来那只鹿变成了巨人。感受过东南亚的热情之后，让我们来欣赏来自非洲高原的火热。